OK， 我现在在马祖北干的秦壁村，带各位去吃冰。首先当然是要走到秦壁村里面，我们就这样沿着山坡这样爬爬爬，走一小段路。这段路呢，大概在天黑之前应该是会到达，不过呢，以我的脚程，应该三五分钟就到达。好了，正前方走进去就是了、这个位置走进去就会看到这家冰店。OK， 来到秦壁村，阿周推荐各位一定要来这间云记冰店，因为尤其在夏天的时候，来到这边能吃上一碗这边特殊的黄金甲，黄金甲用地瓜做的黄金甲，再加上冰品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来，我们就走进来，到这间云记冰店来看它的黄金甲。一碗才80元，在外岛这个地方不容易。其实，在北干这边尤其马祖的物价是旅游地区是比较偏高，不过我是推荐他们家是最平价的，80元一碗，非常不错。而且我刚刚吃了他们的冰品的感觉哈，它那个冰品哈，并没有就是太甜，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。OK， 阿周就为各位推荐这个美食。